速，你给我来一口啊！来不到，来拉起了嘎嘎，不是一道核爆，两边疯狂互换，看不懂了，这后排摇屏砸到了，活不了，哇哦！刚刚是有一个瓶子弹过去，是离开了那个瓶子吗？还是那个？应该是离开第二个方的。他被残血，哦，这感觉走不出去了。这走得出去吗？这出不去了呀。是的。哇，这嘎嘎拍起来了。起来了，看一下过去蛇人的，哇，这个地方强弹啊，对面有维生立场啊，还被石头砸了，一套过去直接用激素强把，是的，哦呦，好凶，吃了激素硬要冲阵，但对面两个辅助保一个西格玛，并不怕你啊，反蛇要弹留住 Void 那个位置，被留下来了，而且死掉，天使硬拉。而且这个时候西格玛没有盾的是踩不了点的，点位是由成功先拿下，而且 Elsa 有输掉 Rascal AI 自己挣一个技能点，又锁血，这个锁血没事，别怕是再出去了，一换一被顶出去了，锁血被拆掉，离开这个位置，疯狂输出 ，Elsa 收掉两个人。点到，虽然睡在这个位置，有没有给一个狙击手一击打死他？打不死，吉米再来一刀！哎呦，这个逮到你了，真不举阵，拉钩一枪，再来一枪，再来一枪，吉米，这没有安娜，现在很慌，保点车，保点车，保点很慌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俗称海盗，就这么办，俗称海盗船组合，出来就给你一枪，笑了、啊。这个时候前面全都是兄弟的肉盾啊，一枪好击毙，抓钩起来还有没有激活，哇，一枪，这样子好是大问题啊，非常融合队技能，他就是压缩你的阵型，压缩你的站位，然后让这边吉米好绕后来打一波集火，激素了一个嘎嘎，这边拉姆已经倒了两个，吉米是真能偷掉两个人啊，还招，哇，还在招，来了这波集火，我右对面就跳得好好，卡比直接没了，因为刚刚布下的点里面又睡苏豪的版本睡了，离开已经收掉两个人的点位，Rasto 又收掉安娜，但是人不太够啊，我又有好枪。来个激素的，根本不用等，天线入场，我一刀斩，激素不用给，伤害仅够了。变了个菜，变了安娜，丢了个金鸟，这波进场的话，他能跳的人其实也是比较有限的。我有转过去，哇，撞住了！这个血线过半之后回身进场，只要他伤害打足了，是扛不住的。对。其实我右侧这个两个人刷不下来吗？喂，刚说完就来了，加一个吸，打不过呀，漂亮啊！没有失去了一个比较好的位置，哎，他攻回去，配合离开了一波集火，哇，一枪，这样子的话是大问题啊！非常融合队就是拿米这个宝，我再变一个地方，找不到人，转啊，我先转一圈，找不到人哦，跑得掉吗？跑得吧，我把应该跑掉。还是跑了，给你三个核爆，三个加几个核爆，往死往里丢，瞄准他，二一走你，有没有倒霉的？还真有，应该还在观察这边一个机甲工的同在小房间炸掉了，这是什么情况哦？什么情况哦？一技能，哇！今天感觉被神龙队有点慌了，这离开在干嘛哦？这离开。是的，虽然牵着线，但是他解决了贝雷塔，后续的人呢？车边的双击怎么解决？一箭头离开这一波应该是可以把人全部输完的。是的，扣住了技能，伊扎基还在后点玩。这伊扎基还杀一个，什么情况哦？这。
天使哦，天使跑了，动到了，来了，还是那味儿啊！是的。